是要进去我的，不是啊，我都是用这个。现在还有一分钟。已经800多个人。也其实看到大家留言，默默的，其实自己也觉得很想我的家人，很想我的妈妈。其实我看大家留言，其实快要流眼泪了，因为大家有写很多，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故事，对，也是想爸爸呀、妈妈呀，对。其实像现在我一样，就是可能有状况没办法见面，或者。已经就是离开我们身边了，所以会难免会难不是难免是一定会想念，对，一定会想念。那我也在这里，默默的告诉大家，就是人总是要对往前走，要过日子，对，所以想念没关系，但不要太难过下去。希望这首歌可以给大家。力量。其实偶尔想念想念也是很好。对啊。不要继续难过就好。好的，那第一首歌送给大家，我想你了。好。
想拥抱的清晨不能一起来，一起挥手，一起挥手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可以啊，自在一点。对啊，那就算挥手啊。OK， 最近大家知道我发行了，正式发行了我的 EP《壮》，耶！对，难得，哎，不是难得，是吧？总算，总算。对，然后也是大家应该知道了。我的小巨蛋延期了，对，对，好了，是延期，应该还好啦，对。只有我觉得冷吗？哇，好冷！只有你觉得冷？对对对，我们刚好在风口下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遥控器在后面，画像。对不起大家，你是心寒到冷还是？心寒，有点心寒，心寒的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好的，演唱会延期的讯息，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难过，对，因为自己本身今年最想要办成的事情就是
看来小巨蛋再次跟大家舞台上见面这样子。等一下，好冷，好像有点发抖。等一下，你站起来动一下。对，跳一跳两下，不然哑铃给他举两下。好，动一下嘛！看这条也动一下，接着这么气人吗？不是，你站起来动一下嘛！两个一起拿，同一只手，又不会有出镜的问题。对不起大家，等我一下。对啊，只有我觉得冷。大家都没看到你，他们也好冷。对，就你觉得好体虚啊，对，好，没问题。OK， 应该是这个位置。对啊，你刚好是直接吹到风了。对，好的，这个画面怎么样？这个画面很美。我没看过。好，接下来要演唱的歌，哎，刚刚我想你的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创作。哎，大家应该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首歌，下一首歌也是。对，刚好这两首歌都是对想念这个这个主题的，也是这首歌也是我向家人写的歌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听这首歌也可以送给父母亲，对，也是打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想我打给我妈。打打打，赶快打一打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在怕，就赶快打。我害羞嘛，口号。我害羞了。对，这首歌也真的几乎除了演唱会之外没有演唱过吧，我好像从来没有演唱过这首歌，很少很少。应该有一次在 Legacy， 不是演唱会吗？我刚刚不是说演唱会吗？哦 OK， 您继续您继续。好，来吗？准备好吗？不要急，等一下。我关心你。我现在还在有点，你看。哦。那你赶快打电话给妈妈啦。我要从冰柜出来的感觉。给她一点时间。我打给我妈妈，我讲很久。没关系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就打电话 ，I will miss you， 然后就挂。打个新的。I will miss you 不是就是。我会想你，想你。哦，想你。对啊，我们家没有那么恶心的，我们走一个比较，你们我想问，现场我们这里跟线上的朋友们，会不会跟妈妈亲嘴？不会啊！哇靠，不会，不会。亲嘴耶，对啊。到现在还会。我就说妈。OK， 为什么不会？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害羞？妈妈耶，没有这个习惯。对，这不是我们的癖好。不是癖好，这个是一种爱，是不是？一种爱，对啊，一种爱，这是一种爱。我看大家会不会？来看一下，有人会啦。我会啊，不会。对，大部分人都不会的。不会，为什么？奇怪，有人说长大了很奇怪，做不到。长大了会奇怪吗？就是亲脸颊 OK， 但是亲嘴就这样。哦，玉玺说他会，他会嘛？对啊。那你玉玺会跟亚明哥这样说吗？会跟老板这样说？玉玺，你问一下玉玺。跟爸爸对，跟爸爸怎么样？亲亲吗？对。为什么跟妈妈可以，爸爸不行？可以啊，我跟老板也会，我也会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想
就是喝醉的时候。爸爸，我走到了吗？我就亲一下，我就走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对啊。没有，我现在有画面。哦、oh, ，对，我现在也有。不会不舒服。哦、oh, no. 不要想那么多。吕玉琪说，吕玉琪说他不会亲嘴，他会亲脸颊。你说妈妈吗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是对啊，比较正常。为什么？我是说都可以，都可以。OK OK。脸颊也对，对他的个性来讲，应该是对比较自然正常。对了，因为我是会啦，我跟我弟都会到现在，我弟也是现在过二十多岁了，对吧？你说你会亲弟吗？你知道我回韩国，回家睡觉之前，我都会过去跟妈妈亲嘴，再回去睡觉。那弟弟呢？你弟嘞？弟弟会。我弟是偶尔，他看到我亲亲他的，他也过去亲亲。不是，我是说你们两个。跟你弟弟。我跟我弟弟哦，也是喝醉的时候。啊！趁我现在画面快洗掉。不会恶心啊，这对啊，不会恶心啊，但是就是你听亚明哥，大家都说有点画面、啊。对啦，没关系，你们想去。好哟，那下一首歌。叫做I will miss you， 送给大家。好 ，Go。放着不念，会冻结。
miss you。下的时候去拍这首歌的 MV， 还下雪。然后我，大家知道我拍 MV 的时候啊，是真的都会唱，真我是真的唱，对，所以唱出来的意思，我是唱出来的意思，对。所以比如说歌词，我们刚好刚刚拍，如果是副歌的话 ，I will miss you, I miss you， 那个对，基本上其实。导演们通常都是只需要那个感觉，对。但是我是不唱出来的话，没有那个表情跟那个感觉，所以我拍 MV 的时候，每一首歌都唱出来。所以这首歌拍 MV 的时候，我们是零下，然后很冷很冷，我又其实也没有穿很多很厚，对，只有穿一个长的 coat 嘛。然后对嘴的时候，我就唱唱唱出来就破那个 beat 破音，对，超好笑。但是真的，我第一次唱歌唱一半就是不想拍了，真的是要画面上其实基本上看不太出来我在抖，但是真的在抖。I will miss you， 这样，你就。笑场，好冷的歌，笑场。对啊，起来就来。像下雪的国家，像韩国、日本什么，应该是都有试过那种，下雪的时候有，就是舔冰块啊，或者是舔那个，不会解释。舔雪吗？舔那个雪吗？就是因为太冷，然后就。舌头会黏啊，会会会，会啊，我那个冷冻库拿东西出来给你，揍他啦！示范舔冰块，要这样子啦，先弹完再揍。OK， 不要，在这里再看一次大家留言，想听 I know。你就留言给我哟，想听的原因什么的，我们会再选。想问今天的歌单是怎么选的？就是抓大家的留言，对，然后我想唱这样。基本上大家就算点歌，我不想唱不会唱。也没有，不想唱，不会选什么歌，什么歌？你说一下，比方说什么歌？想唱，比如说像《轻轻的》啊，《流星飞过》呀，《流星飞过》是要给李玉玺唱的，《黑与黑与白》啊那种，也是没有人点啊。对，逆时光的逆时间，逆时间的浪啊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逆时光好吗？我按时。今天有韩文歌吗？没有，今天特别没有准备韩文歌，也没有了。其实因为卷毛没有练。对不起嘛。没有没有，我下次下一集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唱给大家的歌。应该对吧？现场还有知道《黑白》这首歌的朋友吗？啊，不后悔，也还没有唱过，从来没有唱过，不后悔。你知道这首歌吗？看到我的表情了。你后悔了吗？他是我不知道。
我道歉。没关系。其实有，不后悔啊。好，我们尽情考虑一下。好、哦。不后悔。Nothing at all。不要整我。神经病啊！不要整我们，人家现场真的。那个不是 band sound 的话，我怕隔壁邻居会来吵。对，我怕吵到那个。哎哎。他们点很多歌，还不知道只有钢琴要怎么弹。对，线上其实有人想要学钢琴，其实大家可以找我们的全盲老师，他也是有在上课。很多学生，对不对？算还行，对啊，还行。很多学生。Untitled， 无解。我帮你重办得到。我们的下一首歌有人点。对，有人想要你清唱一下韩文啊，不然你就是清唱一下舞体啊。还记得怎么弹？不要逼他，不要逼他。记得是不是这个 key 的？应该是的，应该是的。当初有做它。对，当初。哎，想当初。哎呀。哎。爱的，好好听，感谢。哎呀。耶、yeah。记得你曾自弹自唱这首，对啊，啊对对对，那听谢谢。妈妈，我想听你。妈妈？不是吧？那个不是重点。赶快去找那个舞体给他听。好，今天最后一现场，但是也是不是我写的，他是我的真朋友这部电视剧里面的，应该是主题曲吗？插曲啊，主题曲还是片尾曲？主题曲吧。主题曲，对，应该是，然后。也是对，很特别的歌，我觉得
然后也是其实算很正面，像像 Dino 的那个最新歌 Be Me 那种、嗯、那种就是比较正向的歌、啊、对对，想要变得比较正向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对，从来没有演唱过，所以今天如果有大家知道，对，今天刚好是个下雨天，对，下雨天，然后歌词有写，你是怎么知道歌词？是插曲，是插曲，最好插曲最好的故事，对，对，也之前其实也很多我的第二家人们都有说，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要唱最好的故事？然后这一次也有留言给我的朋友，也是真的很希望，就是心愿，他是讲心愿。想听最好的故事这首歌，对，所以今天达成，我要达成你的心愿。首先，我要上个厕所。真的假的？对 ，OK。那我们手机要跟进去了、啊。可以啊。可以跟。我们手没有啦。有人说想看卷毛，把帽子拿下来。不要啦。就趁这个时候。而且我之前我就谁啦？等下是谁？很多人。我看不到啊！我拿下来干嘛？我拿下来是光头啊！大家说看到你这样很热。我光，刚刚有人很冷欸，不然你就换一下冷帽。有人在点冷帽。等下谁？我打人哦！不是吧？欸，不是啊，师兄现在位置就空了，你就是要解套。啊，那弹一下嘛。怎么弹？大家想听什么歌啊？我弹啊。我如果还记得的话，欸，有人说他直播前我不去，他去过了，对，没错，他去过了，好不好？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你直播前不去上厕所？对，去过啊。对，卷毛说你去过了。没有，这个是一个，就这边比较冷，你就会容易想上厕所，懂吗？对，而且我喝很多水。健康。欸，下面那些都不要再敲完我唱了，神经病哦。还是我们准备一个，就是，段落是他唱的。就是以后你说一起来，就是对，他就要唱他。嗯。我等一下那个高音拜托你。不是吧？这样我觉得很有趣啊。Oh no！ 合唱。合唱真的很好。欸，你知道你那个，你每次又那个，你表演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后面都要合音，你知道多痛苦吗？我也其实蛮痛苦。你知道那个多痛苦吗？那个唱不到人家，欸，你知道那个最近欸，我比较熟的是那个三八，那个真的好可怕、啊。三八有。试一下啊。不要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我后来都对嘴。原来如此。对，我们要大合唱。难怪我觉得没有歌没有。少了什么？对，我唱不到那个音了、啊。那个、太想骂你了，可是你没有在唱啊。甩一甩头发了吗？而且我要弹的东西跟要唱的东西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试一下，这个太难了。下次吧。想看。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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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,
好，哎、欸、，baby baby， 啊，哎、欸，等等，扣扣扣一下，哎、欸，啊。写一首浪曲好吗 ？Baby baby 陪我，写啊打打我的电话好吗 ？Baby baby， 这个我不行。你可以换讲一个。Baby 哦哦，很难的。你是不是 ？Baby baby 陪我。对，这不能怪我。OK， 我上次还笑蔡徒，他忘词。他唱什么？我现在道歉。他有一次在不知道是跨年还是哪里的时候，然后突然拿麦克风给他，然后他就扔在那边，嗯，后来被我们笑，他就有点难过。我现在懂他的心情。哦，我好热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
热我冷。对啊，我们水火不容。啊，不好笑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开始吧。好啊。好，最好的故事送给大家。对不起，再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觉得蛮……我被影响到了，不要紧张啦！你这样紧张，唱完觉得很害羞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我好了，好了。摸一盖，再一次。
那时候真的很害怕，很害怕，但是去面对。还好，现场就是正式来说是好的。对，所以是大家也是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去面对，然后去试试看。有人说每次心情不好，听一听毕淑静的歌都可以变得很开心。谢谢毕淑静，我的心情好多了，感谢你，我会永远支持你。谢谢。嗨。嗨。我手机刚刚解锁。okay. 很喜欢，感谢大家。再一首啦。大合唱啊！你知道大家，我真的可以唱，但是我们还有下一集。如果这样子下去，其实那个《真心歌颂》可能很快就要走到歌，很快就没办法跟大家见面。想听你唱《Boom Boom Boom》，或者是《Boom Boom Boom》。九一的吗？那来个《Boom Boom》。是吗？九一一的。是吗？不一样。是吗？嘣嘣。我没看。没有说是谁的。嘣嘣嘣。Like 嘣嘣。还是黑眼豆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啊。我想给给。我可以试试看。你现在哎，能弹哪一首？就是没有演唱过的。没有演唱过的，我这边已经都是唱过的了。剩下的我要听一下，有一些我都没什么印象，会忘记啊，太少弹。没关系。还是你有突然想上的？舞女。好啊。就这首我就好那个讲弹皮卡丘的那个是我妹，你要骂她就骂，没关系。皮卡丘？对，我没有看到皮卡丘。没看到啦不要理他皮卡皮卡豆圈豆兜圈，圈圈圈，兜圈。唱这个 key 吧，我不知道。哇，真的很想念你。啊，
你是我同梯吗？哎，不不不，什么？只能想念你。还有。你最近不是也会唱这首？希望拜托大家多多支持我这张 EP， 19号发行的，然后里面有两首歌，一首叫做《你》，一首叫做《撞》。那对关于 EP 的活动，目前也是真的没办法确认，跟大家确认，但有好消息的话，一定会跟大家讲，所以。到时候我也希望带着我的EP或者是活动，对，上跟大家见面。那之前还是我们的进行歌颂还是会存在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也可以跟家人、女朋友们分享一下。哎，这是内我们还有 YouTube， 你的内心走了一个成熟路线，就是好不多说了。成熟。然后我有看到没有拿到海报的朋友们，就是有买一批的，是没有送海报吗？那个是看各家唱片行啊，要看你去买的通路，然后去买的时候可以问一下那个通路说有没有海报，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问一下。对，但不见得说买一批就一定会有海报。 OK， 要看唱片行哦。对，所以自己把自己拘一点，多买吧，好了，买起来。然后就没有，就去下一家又买，然后就有海报，买到有为止。对，就是找稀有的概念。OK， 也是可以先问啦，你们在哪里吗？最聪明的方式就是先问，先问。这边有海报吗？没有，不买。对，我去下一家。不行哦，这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要说声拜布喽。我们下一次，对，下一集也会准备好听的歌送给大家，敬请锁定，敬请歌颂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